今天继续来介绍一部由许凯所主演的古装青春校园剧《天舞纪》，由许凯、吴佳怡领衔主演。故事内容根据作家步飞烟的东方奇幻同名小说改编，以盛唐为时代背景，由人类妖族并存，人妖混血的李玄出现，打破了暂时平静的世界。擎天城小霸王李玄与背井离乡来到天启国完成使命的少女苏有莲，在魔云书院共同学习，两人从欢喜冤家到互相爱慕，现代的校园情愫暧昧融入了古代书院，一众魔云学子历经挑战，发生了一系列热血又搞笑的故事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最新的资讯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